哈喽，欢迎光临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《奇女神之路》主线流程第九集《吊瓶落 BOSS 战攻略》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在《奇女神之路》中，吊瓶落 BOSS 战是游戏中的一个重要挑战。玩家需要熟悉游戏的操作和 BOSS 的攻击模式，以便制定有效的战术。战斗之前，先开宝箱，为村民们转职。布阵时把村民布置的集中一点，楼望台上放置弓箭手，以便在开打时形成合力。观察 BOSS 的攻击模式，在面对 BOSS 时，要仔细观察他的攻击方式和攻击范围。 BOSS 上场时，主角上前去把他招引过来，待 BOSS 快速下砸落到地上后，猛攻其头部。嘲讽技能拉仇恨，游戏中有一些特殊技能或道具可以帮助玩家对抗 BOSS， 比如防御技能、恢复技能等。本次战斗中，尤其要利用好绝力自带的嘲讽技能拉仇恨，将 BOSS 控制在嘲讽技能的覆盖范围之内猛击。躲避 BOSS 攻击，熟悉 BOSS 大招的前摇动作，及时闪避，避免受到伤害。换血之后 ，BOSS 的下砸动作便会三连下砸。如果应对不好，容易对我方战线产生不利的影响。我们拉仇恨时，尽量远离村民、弓箭手，以免被 BOSS 波及。击败 BOSS 后，获得星矢又巫术师。